3100多尺的四房大独栋别墅，好学区只要96个 W， 咱们来看看什么样。大家好，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 Chris 刘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大洛杉矶地区的 Eastville， 也就是东谷市。这个大客厅太舒服了，而且呢，这样的房子还有大院子。东谷市呢，这些年是比较热门的，持续有华人的流入。一方面呢，是因为它的交通很方便，四通八达。而且位置也不错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这些年持续的华人设施的发展，比如说99大华超市，还有 Costco， 还有各种的美食广场、商业街。而且呢，有像亚马逊啊、保时捷呀、这些大公司的入驻，所以也带动了周边的一个就业。这个城市呢，它也是一个一个社区的这种整体的规划，而且呢，街道比较干净整洁。最重要的呢是大房子现在还是比较实惠的，这个是二楼非常大的一个客厅。咱们现在呢去到主卧，咱们看这个主卧特别的宽敞，而且采光非常的好，那是因为它跟对面的房子距离的远。而且咱们看这个大卫生间，竟然呢有3面大镜子，这边呢就是它的洗衣房，洗衣房里还是有衣橱。而且这边呢是公用的卫生间，这边两个卧室用这一个卫生间，所以呢它是楼下一间卧室，楼上3间卧室，总共呢是3个卫生间。设施新、发展又快的城市是值得我们关注的。这样的房子你喜欢吗？更多的问题可以单独问我，持续给您带来最具性价比的房源。